手拿香烧金纸，照客家习俗祭拜地基祖，拜完之后蹲在地上，边擦眼泪，一边翻着碎石破瓦。 上个月18号，刘正宏不顾反对声浪突袭强拆大埔张药局。27号，他却火速到大陆考察，吃住都很高档。周刊跟爆料，刘正宏位于高铁预定地的老家，巧合逃过被拆的命运。身为一个主政者，必须要有人道、王道、霸道，我想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。你若是说没有人道、王道、霸道，你怎么经营你的企业？ 人道、王道还有霸道，讲得头头是道。一向敢说敢做的刘正宏，间接证实自己做县长就是霸道。